點解會嚟？點解會 friend 到可以跟住十幾年都即係孖公仔咁一齊？咁一開始接觸佢，咁佢即係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佢好高大啦。跟住之後慢慢踢波踢落，就覺得佢哇咁都踢到嘅，即係覺得佢唔係好好波，但係啊點解踢到嘅咧？咁覺得奇怪咯嗰陣時，因為自己都係第一年接觸啲足球咁樣，係咯。點解你會遲過佢？其實因為我知道你其實係成個元朗隊華人之中，你係年紀最大嘅。係啊，即係因為我踢波就比較遲嘅，因為我自己咧就本身就唔係踢波嘅，咁係喺出邊，即係一開始我入手號下乜都冇做，跟住去到之後就做下啲送貨啊、跟車啊，咁機緣巧合就喺粵組嘅福建度升咗上甲組，咁就接觸阿傑同埋接觸甲組啦。咁咧之後初初就乜都唔識啦，咁我哋兩個就經歷咗好多嗰啲問題嘢啦，總之又係。